三星的九玄宫12年前从土城南天目移回到三星乡的双贤村的小山坡地上。过往的11年，每年中元节都会帮助弱势，给予爱心物资白米更达6万斤以上。需要常态性关怀的家庭，每两个月就会送上生活物资。现在又来到九天玄女娘娘的圣诞，也席开20桌来邀请弱势家庭以及长辈们来讲平安。啊，所以这个过往的十年当中，啊，咱共来点点做一挂关怀弱势，啊，加关怀长者一挂活动。啊，这段时间那累积起来来讲，基本上啊，这个过去或者弱势的子女嘛，吼，啊，将近啊，要有7万斤啦，吼。啊，今仔日是咱讲的九天玄女娘娘圣诞日子，所以咱特别啊邀请咱这个福川的弱势家庭啊、甲长辈啊来吃这个平安福源茶，啊，希望在这个牛牛的祝福之下，大家当中健健康康啦。哦，也三清九份宫啊，这个近年来啊，拢以这个道爱传统加关怀弱势啊，作为弘扬啊牛牛这种慈悲诶为宗旨啊，吼啊，咱嘛会加积分啊，救援中这个关怀弱势、多爱村弘扬积分诶啊精神啊，作为咱救援中代代相传的一个信仰文化，啊，可以会当继续代代传，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啊，和咱救援宫，啊，和咱救援娘娘，这份慈悲的爱，会当啊，去感恩一个感恩。九玄宫移回到三星之后，取消了以往的庙会、镇头等等的活动，并转化为以道爱纯扶良的慈悲精神来关怀社会的弱势以及长辈们，并宴请之后还致上每人一份伴手礼，里面有代表长寿面线跟大寿桃等等，希望大家在娘娘的祝福之下都能够身心灵都得到平安。宜兰新闻记者蓝尚武采访报道。